说，正子呢？啊，已经答应了，妥善的处理，公正的处理，这个问题我们不予追究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当时的交警侮辱我们的人们，说我们是当兵的，是人渣。现在我们不说，你说的好，说的错，说的坏，我们的要求只有一点，你说换人，你领导，我们已经要求了，要你把当事人说换当事人，叫到我们前面来，向我们做个解释，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，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。我们当兵人也是有素质的，有人格的，但是你今天侮辱我们的人格，我要看你怎么说。不过做你们这个几位的领导，请你们自己注意一下，如果是今天的结果后果处理不好，你们自己身为人民的父母官，我不说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去讨论。现在你只要答复我们，今天你让个说话的当事人来还是不来，来我们就来，不来我们就宣布怎么做。对。